心思亦都搞掂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九长三班千四米准备。一起步嘅时候大家都出得好齐啊，好心思咧等咗喺后边啊，前面快嘅马啦，见到中间有型嗰个第二位啦，23蚊就系呢只欢乐时光嚟噶，响外边位置有呢只好乜啊，咁啊最出香港神区咧，中间清新空气内栏至高星嚟噶，后一浸嘅马有路路好啦，同埋黄衫内栏系贺喜啊，再有多少个马匹啦，先见到有呢只咧就好心思啊，想咁啲啦，出边薄荷糖啦。尾四位置有骏马精英，尾三内栏红日，出面超胜多包咗落尾系小霸王嚟噶，接近香港体育院湾啦。前面带头嘅马有出面嘅好乜都带啦，咁啊跟住第二位呢只有型果嚟噶，后面嘅第三啦，中档位置咧就系呢只欢乐时光就紫色衫嗰只啊，再后面内栏第四至高星亦都跟得好顺喎只马，咁再外边位置香港神区数后面咧就清新空气啦，咁啊内栏就贺喜啦，再有多少就路路好啊，后面嘅马有红日啦，同埋呢只好心思噶，响外边。有呢只超胜多同埋薄荷糖上金啲啦，有正直佬啦，前面好乜咧就占先噶，咁啊见到中档上嚟追佢就系呢只欢乐时光都爆得几劲噶，咁啊响埋边有有型果噶，再后多少个马匹仲有呢只至高星追紧噶，外边咧冚上嚟嘅马仲见到有呢只就好心思啊，最后200米啦，欢乐时光已经系脱颖而出啦，中间至高星追紧佢，响外边咧逢马过马杀上嚟就系呢只好心思啊，接近终点啦，呢匹大热门嘅欢乐时光赢马，第二名好心思啊，第三名咧就系至高星，第四。名咧就系贺喜啊，咁啊结果呢只2.3倍嘅大热门睇到按上咁嘅报名程序，呢只欢乐时光都绝对唔野少啦，2.3倍赢马，好心思第二，至高星第三，贺喜第四，欢乐时光啊真系吹呼拉考咁样赢噶啦吓，望后面啊喺度啊，好心思系追佢第二，第三先系至高星嘅啫，第四就贺喜8.472啊。啊！好心思就起步嗰度慢一慢啊，可能反而帮咗啊吕卓贤吓，缩摆喺前面，好快啊！出咗嚟先啦，有型果就放啦，内栏都预咗佢，不过多只好掹上嚟放话，佢又唔系自己放，呢样好慢喺前面走。咁啊，跟住啊，已经见到欢乐时光啦，已经守喺嗰个好靓嘅位度啦。跟住睇翻咧，香港神区啊，喺外档全程都望空嘅。三碟好蚀啊！呢啲位置，跟住至高星今日都跟得几前话，跟住又型果度，清新空气留咗喺中间啦，埋边拍住只贺喜，跟住开面嘅路路发都叫追翻上嚟啊！路路发咁啊，埋边有只红日啦，之后嗰啲，跟住再一路数落，好心思出闸慢咗啊，叫跟翻上嚟二碟啊，又唔使走三碟喎，薄荷糖啊反而喺开边啊，咁啊跟住见翻补出嚟嘅骏马精英啦，咁啊跟住一路。最后啲数到落去咧，就仲有小霸王啊嗰啲喺个尾嗰度啊，超胜多都系留得后啲。嗱喺度二碟啊，冇乜遮挡嘅啫。其实欢乐时光唔紧要啊，又唔抢又唔成，好乖啊呢把。一俾柯打佢，一期内就已经自己飙出嚟啦。开面搏命飙紧上嚟，浅蓝色衫嗰只好心思喎，里边啲马有少顶佢出去嘅。路路好啦，因为路路发一路拱住，所以佢一尾抽住左边姜城，唔系佢内闪，又路路发顶佢出去。呢度又有翻闪，呢度又抽咗边姜城。都跑到个第二，只马都真系有啲能力嘅，睇嚟。